我咧想阮陪审团协会吼，二十二个来才互恁招待吼。我感觉有一个人，我才特别感谢啦，就是咱的盛东同乡会会长吼，李奇英会长吼，大家感谢一下好不好？今天其实咱的主办单位是盛东的同乡会啊，李会长吼，后尾给你致谢的话，来做一做。好，啊，过来吼，我咧想咱有22个团员吼，我想换了一个一个在自我介绍，但是时间无遐长吼。咱差不多一分钟多啦吼，啊，你也刚刚要讲，卖超过两分钟吼。黄律师黄志豪，到底？啊不，在哪里？黄律师，啊不，中心你先来好不好？中心来来来。